盛淮南喜欢洛枝，全世界都知道。暗恋本身就是不对等的爱情关系，谁先被看穿心思，谁就彻底输了。但就算下一秒会坠入深渊，我也只想在这一秒朝他走去。我的日记里只有盛淮南一个人的名字，我追逐那个人的背影15年，他和我手指的距离0.60。我幻想过无数个他可能会对我做出的温柔举动，却从来不曾想过，原来有一天，幻想的情节也会成真。盛淮南喜欢洛枝，全世界都知道。